咱就是说实力歌手是不是都藏不住事儿啊，随便一开口节目就提前泄露。第一位梅里芽，这不前段时间就有网友爆出浪姐舞台她演唱了青鸟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好家伙，这歌声穿透力，街对面的都听嗨了，而他现场的两嗓子也堪称王炸，被网友直呼不给别人留活路。第二位周深，我也没想到，我在后面看到那个视频，说的是隔着两条街，对，还听见我们的那我是我。效果挺好的。虽说每次演唱前采访看似保密做得很好，但彩排一开口大家就全都知道了。这谁唱的？这是周深唱的。第三位张碧晨，多少人至今都忘不了《光的方向》他一战封神的名场面。第四位张韶涵，邓紫棋，每一场彩排都是演唱会的水准，难怪网友听了都惊呼稳如假唱呢。那些是非常深刻的，然后当然我有很多地方没去过，很想再去一次。此刻我们现在正在听到我们的彩排现场，邓紫棋正在唱歌，是，然后她的歌声非常的好听，对，然后歌声也非常嘹亮。